开始弟子修行，要福慧双修，要福慧双修，因为你具有福德，你修行的智慧才能成就，才能成就。如果我们只修慧不修福，那我们的修行的路上会遇上很多很多的事，缺少福报的一个障碍。如果我们光修福不修慧，那我们在生活中所有的东西、所有的想法、所有的做法，都会偏正道，偏正道。所以，佛陀教导我们，佛弟子修行佛法，一定要先从福慧双修开始。只有你福慧双修做好，你成佛才能圆满，你的佛德因缘，你的福慧才会究竟圆满。佛陀在世时有两个求师兄弟，他们随着一位长老修行，虽然他们是拜了一位师，但他们两个的修法不尽相同。师兄注重于修慧，师弟注重于修佛。修慧的师兄，他修的让人觉得很聪明，很有智慧，在生活中，在修行中，都比师弟厉害。啊，师父问什么问题，他都能很爽利的回答。那个师弟修佛，只知道修，他不知道修慧，整天去找一些有功德的事去做，在寺院里啊，别人不愿意去做的事，他都会去做。比如打扫师傅，比如帮师傅端尿盆，这一般的师兄弟都不愿意去做的事，他认为这是他培植佛德的机会啊，所以他通过修福，他通过修福。然后整个人就修得傻傻的，那因为他们没有智慧，做什么事情都不懂得，经常让师父在骂你这个笨蛋，这个师父教你都不会，那个师父教你都不会，也不能讲经，也不能修持。所以说时间的推移，那个师弟，因为本身年长于师兄，没有几年就往生。然后那个师兄想想，哎，师弟不在人世了，我一个人很孤寂。他虽然修行修到了罗汉果，他得到了一种智慧的正量，他的修行达到了一定的境界。然后他说，哎呀，我的师弟不在了，我一个人很孤独。那这样的，我去发心弘扬佛法，然后他就走出了寺院，到了城里面，到处给人说法。没想到他在城里讲了好几天的佛，都得不到回应。每天晚上都忍着饥饿，每天晚上都忍着饥饿，所以他就很恼火。他说：“怎么这个城市的信众那么没有慈悲心，那么没有福德心，让我一个讲经说法的法师，让我一个证了罗汉果位的
了我的房，还让我饿肚子。他就想，这样我明天去报告。皇帝看看，皇帝他有没有发这个慈善心啊来供养？据说这个皇帝是一个信仰佛法的人物。第二天，他就进入了宫室，走到了宫门，忽然之间看见里面走出了一个大象，大象浑身披着绫罗，带着珠宝，他刹那之间就觉得，哎，这个大象的前世可能。所以他就去问国王，他说：“你们的臣民为什么那么吝啬？我在你们这个都市里面假借同房好几天，我连饭都没有吃。”后来那个皇帝就告诉我，他说：“你虽然修行，智慧得到了正果，但由于你没注重修复，没注重修复，所以你虽然能够讲经说法，能够讲得天花乱坠，但你的福不够，所以你得不到。”因为你没修行，那大象它为什么它能够披着绫罗带着珠宝？这是大象它前世修了很多的福，但因为它没有修止，它没有智慧。虽然这一世它做投身投入了皇宫，但他只能做一个高贵的大象。所以通过这个故事，我们就可以看到佛陀对我们的开示，对我们的教导，福慧双修是。对我们修行人，尤其对我们信仰佛教的，不管出家的也好，在家的也好，这个福慧是很重要的，它是让我们进入佛法修行的一个基础。早年很多出家人，他的修行很苦。得不到饮食，得不到饮食，这是因为很多出家人的前世，他只注重自我的了脱、自我的修行，他没有发心来种植自己的福报。所以有的出家人，他的修行就会受到很多的障碍。我们有的很多在家的信徒，他因为不懂得修复，所以在他的整个的一个家庭生活也好，他的事业也好，他都得不到善缘。因为我们这一生很多的福德善缘是靠我们来连接的，只有我们用佛的智慧深入佛法，用佛法的精神来滋养我们的福报，
用佛法的智慧来指导我们的生活，我们这一生就会过得很圆满。所以不管出家也好，在家也好，福慧双修是我们这一生中不可缺少的。尤其我们信仰佛法，尤其我们在法师的带领下能够亲近佛陀，能够用佛陀的智慧来引领我们，我想我们各在座的各位一定会家庭圆满，事业顺利发达。阿弥陀佛，谢谢大家。